我们要去看那个高高的塔呢。是啊，那行，咱们一块儿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塔可是在咱们市出了名的第一高。真的假的？那老师啊，这个塔有多高呀？这个呀，我听人家说好像有3000多米呢。啊，老师你忽悠谁呢？我们才不信呢。老师啊，我看这个塔最多有200米。那都差不多啊，咱们别上哈。哎，老师，我想吃雪糕。我也想吃。哎，我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是应该吃点雪糕啊。老师，那咱们去买吧。走啊！老板，我们想雪糕。雪糕是吧？种类可多了，你们都要什么样的？啊，我要个甜筒。我要一个巧克力雪糕。我要一个大头。我要个冰糖葫芦的。没问题，你们在这等一下，我看有没有。好，老板你快点啊！行。好甜啊。这个巧克力好好吃呀。这一吃雪糕呀，天气都变凉快了。太好吃了。好吃就行，别光顾着吃呀，谁给钱？啊什么呀老师，肯定是你给钱了。对呀、啊、可是今天出门我没带钱呀。老师你别开玩笑了，出来玩怎么可能不带钱呀？出门的时候给忘了，包都忘记带了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我跟你们几个说，今天不给钱，谁都别想走。啊？老板，要不这样吧，这甜筒我还没吃几口呢，还给你。是啊，不过我还给你。不行，赶紧给钱。胖妞，这怎么办啊？第二天，要不你把鞋脱给他？这不行，我把鞋脱了，等一下下这么大雾怎么回去？我的更不行啊。到底给不给钱啊？都不行啊！要不我的给你啊？谁要你的鞋？我不要你的鞋。那你，哎，老板，我这还有一大包粘土呢，要不然给你换雪糕。粘土？这能干什么呀？这个呀，可以玩。是啊，特别好玩。还可以做个广告牌挂在上面。这个简直是我的黑板。不行不行，停！那我要钱不用给了。